哎，昂首挺胸，踢着我的小步去赶海。哎呀，这流劲好大哟，把我吹走了！哎呀呀呀，不能拔了，得喊救命了。先看看人家地轮上有东西吧，来巡视一下。就是这片沙滩是，说实话是我的啊。这个地龙以后别随便下，粉丝看见赶紧撤走。我有时候那天有一个好大哥说，我嘴里一句是人话都说不出来，失望。像我这么实诚的孩子，哎，是货吗？像我这么实诚的孩子，你看上来就点着个钉子，咋样？哇！海星宝宝，我来了，海星宝宝，宝贝儿，来，来下来下来，来带你走，宝贝儿，多好啊，满黄的海星。当然，小货也不能放过。哇哦，好东西啊！来，收下它。好东西收下它，劲儿还真大了。哇，海螺大战嘎啦王，渤海湾难得一见的一幕，海螺大战嘎啦王。呀，又有，你看，这就是海螺，就是在沙滩上这么爬行的印记。今天又长见识了啊，大伙儿哈，别太赞赏我哈，别太感激我。哼，收下了。小小的鸡屎螺，你跑得掉吗？哇，这个就有点猖狂了吧？你是不是有点太肆无忌惮了？瞧不起我吗？这是？给你带走，过于肆无忌惮，带走。日常操作这巴嘎了呀，因为这个巴嘎了最能拍出视频来，因为就嘎了多。山西产煤的那个山西是吗？对，怪不得加到这怎么这么近。没有，我没海。没海，内地。哎呀，我坐下歇会儿。你看他会跑，你看他会跑，你看全是。我也这样，可我跑不下去。那你们都有不着，不是白拿了？那你们都会着。他们都在那边，真的，一直踩呀踩呀踩。哎呀，只有辛勤劳动所得来的东西才是人们喜欢的。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拿别人的东西，所以我自己辛勤挣来的才是我应得的，我才会开心。那赶紧录录吧，哪怕我买彩票中了100万，我都不会激动，因为这不是我应得的。只有辛勤的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钱
那才叫挣钱。我的粉丝朋友们呢，有一些年龄比较小的，希望你们不要乱花家长的钱。只有经历过才会知道挣钱是多么的不容易。现在的孩子们啊，年轻人，我觉着体会生活，就是生活条件好很多了，体会生活体会的太少了。经历多了雨打风吹，才知道人间疾苦。说到这个人间疾苦啊，我最佩服的就是那句叫啥来，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啊，不信且看言中酒，杯杯先劝有钱人。有酒有肉多兄弟，有难何曾见一人啊。说实话，赶海的时候念出这句诗来真的是不太应场景，但是前两天看见这句诗了，真的不得不说，就是把这个人情往来、世态炎凉，我们五千年来骨子里的那些东西全给淋漓尽致的描绘出来。人红是非多呀，其实很多人心里也不承认哈。80%-90%左右的中国人从来都不见得别人比自己好，真的。我这是说实话，大家可能不愿意听。而且阿谀奉承好像就是根植在骨子里啊，大部分人哈，小部分人不算。所以说今天的这期视频呢，肯定就是触碰到某些人的神经了，他肯定又会给我评论说什么我话多。赶海嘛，对吧，题材不限，自由发挥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就是我，特立独行的我。这苦短的一生啊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活得开心快乐自由自在，不要说被一些什么言论啊给局限住，无所谓，对吧，我不放在心上，你硬在这说又有什么用呢。那假吹一下，你说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对吧。你再听不出来，他都不装这个吹，你知道实在好。就像是世界上两条平行线，永远都不可能产生交集。今天的话完全是有感而发，这两天经历了一些事情，然后也不方便直接跟大家说，就把一些道理分享给大家了，大家也就听听，就当个段子就行了哈。反正赶海也光看捡货也够无聊的。哎呀，今天又能爆桶了，今天绝对是大爆桶的一天哟。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哈，这是我视频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，多多支持。支持怎么支持呢，就点赞评论666关注哈。刷到我的朋友们能不能给给力，让我破个10万粉丝，马上就有机会破10万粉丝了。行行行，弄够这些桶咱就撤退哈。你看看，你看人家都忙活的这火朝天，准备撤退了哈，记得点关注，点关注，拜拜了大家。